是我的时段，我只要吞声忍气，我希望找到大哥你，好我有一个外家好靠。小妹，你是都这么天真，这么傲，爹大哥苦到你，一件婚礼咱都无爱订，妈爹大哥你又够是安尼想？不要紧，既然今日已经落土了，副牌这嘛是你的有命，也无安尼想。咱今日兄妹会当收你，不要紧。啊，遐是你的靠山，我以后有啥物代志，不论啥物问题，你若拄着困难，你尽量来找阿兄。阿爷一定挺你到底。大哥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是我唯一的外靠。人讲爱外家厝，外家厝就是我的靠山。有兄哥你，我什么都不惊。天旦若倒转来，我叫伊向你解释，希望恁两个人误会我啥，也希望大哥你。做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当有法化消。只要天台也当好好对待你，照顾你去。以后我得当让你住在这个所在，过着幸福的日子啦。多谢大哥，别再伤心。什么人叫你金泰龙？我就是金泰龙。我来，你就是金泰龙将军，听着。出面就金泰龙，阿辉来当虎将。哎，阿辉，哎，小妹，放手，